贺喜娘娘，三宝，连你都笑我啊！奴婢不敢，奴婢专程嚟祝贺丽妃娘娘嘅。你过嚟啊，我俾啲嘢你睇啊。乜嘢啊？你睇下呢个龙凤朝阳荷包，系皇上赐妃子先有噶。梗系啦，上面嘅金龙系五爪，神态活现，系皇上专享噶。金玲啊，皇上以前系王爷嗰阵，你曾经戏言话希望皇上立你为妃，估唔到今日梦想成真。金玲自细无父无母，全靠老爷夫人收留，我先至有餐温饱，直至入宫为妃，挨过几多辛酸，渡过几多难关，我先至有今日。全靠天尊庇佑，今日可以否极泰来。 总算系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一切都天纵人愿。我就做咗师真，你就贵为妃子。第时有边个虾你，你记住同我讲啊！我一定会帮你出头嘅。咁如果你虾我呢？你系咪你同我出头先？你罚自己啊！三好啊，虽然我做咗妃子，但我同你嘅关系唔会变噶。我哋一生一世都系好姊妹。我应承过夫人，我哋要喺宫中互相扶持。 小心啊！呢个荷包系皇上御赐俾妃子嘅信物，整烂咗就弊噶啦。烂咗咪烂咗咯，咁嘅妃子我真唔恨做啊！你阿爹咧真系冇话错你啊，越嚟越刁蛮任性嘅。我有讲错咩？那个姚金玲，宫婢嚟噶咋，字都唔识得多个，都系同我平起平坐，一齐封妃。佢凭咩啊？凭嗰张鸡爪啊？ 成日识得敲作捶打，琴棋书画一窍不通，正正因为贤德皆缺，都能够赢尽皇上太后嘅欢心，就知佢手段之高，心计非浅。娘亲真系担心你，他惹你哋共事军旁，为求得宠，佢必视你为仇敌，要小心提防。我真系唔怕佢，干爹话过，连皇上都要让佢几分，佢够胆害我，干爹一定会放过佢。 有表哥呢个背靠，娘亲都安心啲。我就唔信我会输俾个贱婢，我一定会得到皇上嘅欢心，等个贱婢知道乜嘢先至系妃子应有嘅典范。 你咁咩时辰啊？禀皇上，已经系亥时啦。咁夜噶啦？皇上系咪起驾过仙居殿啊？即系贤妃娘娘嘅寝宫。咁丽妃佢系咧？承欢殿。不过贤妃娘娘系马大将军嘅。得啦，朕明白。不过朕仲未见过佢，过咗阵再摆驾去仙居殿。遵命。 朕想你当翻朕系以前嘅李仪，继续给予支持同鼓励，就好似当日董师伯上绣上唐莲子，你叫朕记得苦中一点甜，就算身处逆境，亦都唔可以放弃，苦尽先至会甘来。点解杯茶杯有唐莲子嘅？
今日是皇上大喜的好日子，故茶汤内街坊有糖莲子，取其年生贵子的好意头，望皇上早日开枝发叶。是不是茶水已凉啊？等奴才同你换过另一杯啊。不用了，针尖攰啫。咁系咪起驾去贤妃娘娘度啊？同朕撤走御驾，朕今晚留喺太和殿我哋休息。但系，请唔好同朕退下。遵命。是时候向太后请安啦，不如等奴婢打点下。几时去本宫自有分数。奴婢可唔好倒水俾娘娘梳洗啊？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